好啦，線路清已經搞掂，抌埋只勁叻仔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賽事嚟到第三場四班2200米嘅長途賽準備，大熱門係四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，特醒都慣例慢集噶啦。咁啊，拍住個樣後邊咧，仲有一隻奇妙年華嚟噶。好啦，睇翻前面嘅馬啦，放咗出嚟咧，就係嗰只幸運盛區啦。第二位係智多福啊，線路青鷹就守住第三位啊，再後邊內欄第四係全才喎。出邊有呢只紅麗社咧，外邊咧就大燈電啊，大約跟住個第六位嘅。第七位六三就香港精神啦，後邊嗰五匹馬龍戰士啦，尾四係勁叻仔啊，尾三特醒，尾二威力飛馳，暫時殿後咧係嗰只奇妙年華嚟噶。啱啱第一次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就幸運盛區帶頭啦，第二位係智多福啦，再後邊內欄第三係線路青鷹啊，第四位就紅麗社，內欄第五係全才啊，再見到第六位嘅馬啦，綠色衫係香港精神啦，咁啊得一隻三搭喎，外邊啊大燈電啊，內欄龍戰士粉紅衫尾四度啦，就係嗰只勁叻仔啊，後邊三匹馬分別係特醒啦、奇妙年華響尾二啊，咁啊暫時殿後個馬匹咧係威力飛馳嚟噶，好啦，接近呢個千二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咧就幸運盛區啦，基本上個位置變動上面係冇喐過噶，第二位咧就係只智多福啊，內欄第三線路青鷹，再見到第四位就紅麗社啦，後邊第五內欄位置粉紅帽白衫係呢只大熱門嘅全才啊，再後邊嘅馬仲係香港精神啦，龍戰士仲喺內欄啊，粉紅衫尾五勁叻仔啊，後邊四隻特醒大燈電奇妙連環尾二攞咗出去三搭啊猛咁騎噶啦，包咗落尾嘅馬咧依然係嗰只威力飛馳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有馬走上嚟啦，外邊係勁叻仔率先上嚟啊，咁啊埋邊位置仲有呢只幸運盛區啦，智多福響第三位，外邊打邊第四位，仲有呢只紅麗社，內欄線路青鷹灰馬啦，移咗去外邊咧粉紅帽白衫咧仲有全才啊，後邊個馬匹啦等內欄就龍戰士啊，騎出去咧仲有特醒啦，大外檔啊香港精神啊，奇妙連華響尾三啊，尾二大燈電包咗落尾係威力飛馳嚟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勁叻仔已經透出個零身位噶啦，中間有紅麗社，外邊全才啦，最初仲有呢只就特醒啊，最後200米到特醒外邊逢馬過馬已經係透出噶啦，中間咧有呢只紅麗社，外邊咧就係全才啊，入邊位置仲有勁叻仔龍戰士內欄衝緊上嚟，接近中添，特醒已經係贏到收曬姜啦，跑第二名係全才啊，第三咧紅麗社出邊奇妙連華衝咗上嚟啊！结果嚟到第三场呢场长途赛2200米特醒外边一攻二破啊，跑半条直路都已经系赢咗好远个马位噶啦。第二名全赛，第三啊紧张啲啦。红丽社顶唔顶到咧？定系出边嗰只奇妙年华追到咧？就需要影相啊！爆嘅特醒啊，咁啊最后咧7.4倍啊，蔡明四号啲人好远喎，跑第二名咧就系四号嘅全才啦，何泽尧啊，三四名好近喎，咁啊呢只奇妙年华咁啊，好似都攞翻第三啊，11号啊，骑师就班德礼，第四名咧就六号马啦，红丽社啊梁家俊，咁啊练马师真系有啲计仔啊，八岁马，咁啊曾晴跑2200特醒，咁啊蔡明少都赢得好远喎。一对华将蔡明照何正何泽尧两位成绩都好好啊，下个礼拜会参加 IJC 啊。一对八岁马。
咁啊，即系睇啲预计派彩，跑第一名系八号嘅特醒，独人派74蚊，位置派25.5，跑第二名系4号全才，位置派15.5，跑第三名系11号嘅奇妙年华，位置派16.5，跑第四名就系6号嘅红丽社，连赢四打八派122蚊，二重彩八号、四号顺序派274蚊，三重彩八号、四号、十一号顺序派1536蚊，单贴就派203蚊。维智轩四搭八派44.5，八搭十一派71.5，四搭十一派35蚊。咪破咗班仔纪录啊！大有心得，之前保持嘅，咁同全拣全彩嘅争唔好远啫。咪三拣一嘅预计派彩，胜出最后系 A 一隔夜热门派27蚊。全彩后生嗰时做嘅个时间啊，今日摆系二。四连环四号、六号、八号、十一号派1292蚊。四重彩八号、四号、十一号、六号顺序派30795蚊。好，睇完啲预计派彩，睇翻呢一个巡逻影片啊！2200米就慢慢睇睇啦，起步咧。兩隻馬慢嘅，奇妙連華同埋特醒啦，咁慢都唔緊要，因為呢組咧，原來睇翻個分段時間咧，比標準快咗好多嘅，所以頭先阿佳都講啦，都接近嗰個紀錄時間嘅。今晚個地咧睇嚟都相當之快，咁啊幸運勝區跑慣中距離啦，放喺前邊咧，就令到呢一場馬個步速快咧，就冇馬中段想即係走到上嚟啦。咁啊智多福守住第二啦，灰馬嘅線路清英第三。後面大燈殿就沿路走外面有啲尷尬，想上前又攝唔到，咁就越鬥越後，結果差唔多抽到去尾三嘅呢個大燈殿啊！喺佢內側咧，香港精神啦，勁叻仔，龍戰士，尾三咧就係頭馬嘅特醒，尾二奇妙連華啦，巴尾就威力飛馳噶。咁啊，只開面走住三碟啦，不過睇下大燈殿呢度夠唔夠位埋喎？你睇下，哇！一埋去嗰度，只奇妙連華有啲抽咗啊，都有啲夾硬喎。是啊，因为那路奇妙连华不好想俾佢埋，所以见啊班德利喺嗰度其实执咗佢几步。咁前面步速啊正常偏快啲啦，咁有啲幸运胜区有啲口跑到呢个路程，咁可能会放得快啲。红丽社就走个生位啦，先到青鹰喺里面呢，因为嗰个位唔够生呢，变咗全才走嘅时候佢都走唔到啊。嗱呢度步速奇妙连华点呢，正常少少呢，嗰隻劲呢就率先上嚟啦。奇妙连华抽咗几边嘅，见阿班德礼佢都系想中段走嘅。班德礼奇奇一去到中段咧，佢又揿翻住嘅，去到即系呢个位置啊。佢又唔系好敢，即系唔系好熟咯。我谂系佢好惊蚀得太多啊嘛。嗱，蔡明少赢一次就一号奇啊嘛，就唔好即系唔好俾佢有回气停一停嘅时间嘅。咁只马就越冲越劲嘅。咁但系你边个嗰度即系好好咁，你拉屎其实只马有噶上翻嚟啊。即系更加被动咯，令到自己啊。佢唔拉屎噶嘛。佢唯一只后生马吓，嗰几只都嗰啲奇英组嚟噶嘛，啲八九岁啊嘛，头四名系得只奇妙连华后生仔啊上嚟嘅啫。嗯，追最多就系佢啦。咁啊，后边都好多散晒咯。即系一前四名就八岁九岁马，包揾咗三个名次啊。喂，第三场赛事都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噶啦。位置 Q 派彩四搭八派44.5，八搭十一派71.5，四搭十一派35蚊。三拣一派彩胜出咗个系 A 一隔夜热门派27蚊。二重彩八号、四号顺序派274蚊。四连环四号、六号、八号、十一号派1292蚊。四重彩八号、四号、十一号、六号顺序派30795蚊。孖宝头关二号、尾关八号派290.5，头关二号、尾关四号就派27蚊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3秒84，第段23�秒26，第三段24秒08，第四段24秒61，第五段24�秒08，末段24秒55。赛前胜时间2分14秒42。